宝宝护理。如何给宝宝翻身？宝宝趴着可以给宝宝做抚触，还可以让宝宝练习抬头。但小月龄的宝宝还不会自己翻身，家长要如何给宝宝翻身呢？右手轻轻提起宝宝的胳膊，左手伸进去握住宝宝头颈部，让宝宝躺在你的前臂上，右手扶住宝宝下颚和脖子，两只手夹紧宝宝，右手抬起宝宝翻，左手前臂接住宝宝，注意左手固定好宝宝的下颚，将宝宝的双手从身下抽出，拖着宝宝脖梗，让宝宝试着抬头。能自己抬头的宝宝可以用玩具吸引宝宝向上看。给宝宝翻身要注意动作轻柔，右手抬起宝宝的头，左手伸进去固定住宝宝头部，尽量让宝宝贴着前臂躺着，右手放在宝宝后颈部，夹紧宝宝，一只手翻，一只手接。好啦，你学会了吗？